如果世界末日要到了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？结婚。太好了，赶在世界末日之前赶快结婚。对，以后人家这样问我，我就讲这句这个答案。心情不好，你第一个会想要打电话给谁？家人。啊，是那个家。哎呦，孟佳 ，Mr. 只能选一个。孟佳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能告诉家人，家人会担心，所以我们选择告诉好朋友。我觉得你刚刚的答案真的是非常的完美耶，因为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第一个会想要打电话给谁？然后你说家，就说家人。对，大部分人想要联想家人嘛。对啊，结果没有想到是孟佳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在韩国大家真的是很照顾彼此的朋友，有心事都讲。我觉得朋友最重要的是，分享自己好的、开心的，然后不开心的也要分享，就是叫。真的真的，他们的确是你在韩国生活最好的一个 line， 是一个彼此是彼此的一个连结支撑。对，你前一阵子跑去看了哆啦 A 梦，而且你不断的在发哆啦 A 梦的照片。我前天去看的。对啊，就是你这么喜欢哆啦 A 梦啊。而且哥不知道，我是在直播前就上去吃饭，然后我就跟晶晶讲说，我们能不能绕一下路，绕到那个展览那边去，然后拍了照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很大的哆啦 A 梦，大概有半个人这么高，然后抱回家。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哆啦 A 梦啊？我去看了，我小时候就看那个，对对对，小叮当那个学校，在最近有那个电影出来啊，我觉得哆啦 A 梦很善良。如果有哆啦 A 梦，好，你最想要它的哪一个法宝？时光机，对，我会回到那个过去，然后告诉可能那时候在活动的周密，或者正在准备当练习生的周密，告诉他应该怎么做，你才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觉得有时候人会，你要成长才积累到很多经验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最欣赏的电影演员是谁？啊，最欣赏的电影演员，我们都蛮欣赏，都蛮欣赏，因为大家演戏都很好，都比我好。我还在是那个演戏的新人，你在加油当中，我在加油中。对对，你如果想到吴建衡，你会想到什么 ？MTV 我爱偶像。各位来看一下，周密真的非常捧场啦！你看，我终于在 SM 留名了，出现在他们的桌子上，我的名字在这里，我爱偶像在这里，经纪人这个不可以。擦掉，一定要这个笔擦不掉，擦不掉了。对，各位台湾的观众，你们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喝咖啡、喝饮料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拍照给我们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今天很开心，周密跟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的聊天，然后也希望你真的是啊，我所祝福你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真正的实现。谢谢哥哥，然后我也很开心，在韩国，还能录到看哥的《我爱偶像》，然后分享很多最近。想跟大家聊天的内容，然后都在我爱偶像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没错，希望下一次比较快的可以在台湾录，我就希望要么就在台湾，要么就另外一个新节目，我的新节目啊，好啊，要不要叫我爱烤肉？哦，你是真的？那不要忘记把那个金器帮我拿走。下次我会跟周密一起上一个节目，叫我爱烤肉。对，好，谢谢周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建宏哥。或许是看到大好人，周密心情很放松，一连串的快问快答，自己爆了不少料呢。聊完天，喝完饮料，当然就要到让粉丝最疯狂，又会荷包大失血的周边商品区啦。在二楼的周边商店，里面就像是小型的百货公司一样，不管是艺人的抱枕、T 恤、写真卡。2016年的桌历，而在今年表现突出的 XO 周边更是超级多。除了有可爱的团圆抱枕，商店门口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 XO 周边区。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一系列可爱的团圆纸娃娃啦。满满的 XO， 想必 XOL 一进来就陷入疯狂状态了吧？我们呢，除了看到有周边啊，还有一些合作的商品，对。然后要去哪？去找周密的周边。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来。こんにちは。哎呀，都是日本来的粉丝，嗨。
哎，周密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周密，周密，周密です。哦，哎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整本都是周密啊，对啊。我们来选一个东西送过，送给我们的观众好了。哎，我也第一次看的。这个。这看起来蛮特别的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好看！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我今天第一次看到。我们来送这个礼物给我们的观众。好，那题目是什么呢？题目就是，请问刚才在快问快答的时候，周密说他不敢吃什么？我刚才有说对吧？你有说啊，很详细的说。对，而且我非常的惊讶，他竟然不吃这个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题目，你赶快来参加活动，然后我们请周密在上面签了名，然后就送给你。好，最不喜欢吃什么？对啊，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周密，现在已经造成人潮的围观了。对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嗨啊。对，同时我们的节目大家也都在录影嘞。MTV 我爱偶像。是，谢谢周密今天来啊，当我们的导游，谢谢。台湾见，拜拜。今天的一日导游周密带我们参观了 SM Town 口 X RTM， 相信去过人看到一定想再去，没有去过的人赶快把这边排进你的旅游计划吧。哎呦，超等了。